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防线上。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在七月初起便热情地展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高中和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分别参与了由国防部所举办的16个营队，相信所有参与的同学一定收获满满。这一集节目将为观众朋友介绍金门、马祖、澎湖三个外岛战斗营的实况，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了解精彩的活动吧。以前高中的时候有打过靶，那时候是心里非常的不安，因为从来没有试过，只有在军训课的时候练习。然后像这次打靶，因为可能是因为战斗员关系，感觉很真实。然后加上教官他们有一直跟我们就是做叮咛啊，或是关心，所以打的心里比较笃定一点。然后成绩也比高中的时候就是还要更好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像我们女生可能平常就是并没有机会去体验这样子打靶的活动。那这一次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自己如果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北海坑道，坑道的地质是由花岗岩所组成。我们可以知道，当年国军弟兄为了保卫家园，使用炸药及人力开凿出来的坑道是多么的艰辛。走进坑道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鬼斧神工般壮丽的奇景。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了那个，看他们跳炮操。就是他们在拉那个炮的时候，我还有吓一跳，因为声音真的是蛮大声的。然后大家都很有精神，很有朝气，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看完马祖战队的精彩内容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金门战斗营有什么丰富又有趣的课程吧。Let's go！他们是非常辛苦，然后非常卖命在为我们保卫国家努力，然后会觉得很感谢他们，然后也会觉得自己很幸福，自己能够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然后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以前人是怎么样努力为我们付出，然后会让自己多了一分可以感谢别人的地方。了解到战争是很残酷的，也希望从今以后不要有战争，可以让世界更和平。然后如今我生活在这太平盛世中，让我感到很珍惜现在可以生活的环境。我刚刚体验了攀岩跟双手突击吊桥，然后刚开始我看的时候就觉得看起来很简单，应该没有什么难的，然后就实际上去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还蛮难的，需要很多的体力跟技巧。听说两栖教官他们平常都要练这些，这是他们的必操过课程，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看完金门战斗营的精彩内容后，大家是不是很想参加呢？把握明年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谢谢金门战斗营的伙伴们，想要体验国防、认识国防，就一定要参加澎湖战斗营。那么现在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澎湖战斗营的精彩课程吧。
不会不会。我们刚刚在操招，然后很辛苦，对，这种大太阳底下，然后扛这么重的一艘橡皮艇，对，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刚刚很陡啊，就是会绳子会摇摇去，然后蛮难走的。穿过去看，他们教练是这样。然后就是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那个所有甲车，还有一些战车的搭乘的经验，还有顺便了解一下我们国军。然后刚才搭乘的时候，我觉得战车很好玩，很有趣，然后里面超稳的。刚才在坐甲车，然后很好玩，很新奇，就是第一次尝试，很酷，是个新奇的体验。看了这一集的国防线上对于三个外岛战斗营的介绍，相信大家也都心动了吧？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明年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等你来挑战。